今天来到美国的 Mr. Baker and Cafe， 第一次来，这是美国的咖啡厅，里面还是有人在内用哦，也是已经开放内用了。这边有蛋糕、杯子蛋糕、饼干，还有点咖啡的菜单。这个是巧克力蛋糕 Oreo 口味的，每次来美国，家人冰箱一打开就是会准备好一片蛋糕。那这种蛋糕呢，它会在它的蛋糕前面写上什么什么的 cake， 那其他的像杯子蛋糕叫 cupcake， 马芬蛋糕叫 muffin。 这张照片是 cake pop， 在美国的星巴克都有卖哦。这边的照片是饼干，有分 snickerdoodle、 chocolate chip、 peanut butter。 这个是叫 croissant， 但是法式的念法可能会比较接近 croissant。Butter pecan cake, double chocolate cake, 布朗尼 brownie, brownie, 这个是 cookie, cookie。 更多美国生活分享，记得订阅、追踪、开启小铃铛哦。